那个感觉。你让我在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是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有一点是在秀秀那种感觉。秀秀你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不想回来嘛，因为你让我回来，我真的不想回来。然后时候，也是在那边，然后有一点像在地上画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在地上画，就在我不知道，就像我们在小朋友在玩一样啊。然后他会在地上写，然后会跟在地上画。我去想一下那个境界好不好？然后你会觉得有点是在玩的感觉。然后我一直会希望告诉他，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事，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很明确，你就觉得他好像有点在写东西，但是他又，就是你想问他，他好像。似是而非，他没有跟你指点得很清楚，然后我会觉得我有一点是在赖在撒娇的感觉，然后梦境里面就开始就慢慢就会到一片好像是云海，然后云海之后就开始浮现我之前碰到的一些人，然后这些人基本上我会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类型的人，然后慢慢，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告诉我说你要把我带回来，对，然后梦境就开始，那个就开始一直抽离，然后就这样一直飘在我面前，一直这样哭，然后慢慢就淡了，将你不愉快的东西怎样收拾，有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就在这个地方一直，他好像类似收进去，一直收进去，好快啊！对对对，所有的人事物，我这阵子碰到的不愉快，全部都把我收进去，收进去，它就好像一股东西一直吸进来一样，对，吸就是吸进去，对。他就一直帮我把东西都吸进去。你自己感觉嘛？你不觉得？你问你，问你自己，为什么？你醒来的时候是不是那些不愉快的把你吓死，对，全部不见，其实你我那时候不想回来，然后再回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些人是我真的很不愉快，对，那我现在就是说我希望他帮我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回来，然后后来一阵子之后就开始哇好快啊，像吸尘一直进去，像吸尘器一样，对，晚上回你如果有不舒服，比方说你碰到了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不是在外面开车的时候，我知道你要在躺在床上或是坐在椅子上休息，所以从现在起永远跟随你的身边。你知道，那时候我一直很痛苦的时候，是我看到你不是一直记。那更棒啊！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不回不去，我真的做错事情了，我好想回去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去。其实我小时候梦境里面，而且你要知道，整个都是紫色的，对，紫色的，那很棒。你要知道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你慢慢去体会。画进画面上看到，我现在有影像，然后就是那种后面是岩石。而且感觉为什么会那么的棒，那么的舒服？对呀、啊，他一直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好，赶快！啊，你为什么觉得那么的舒服？而且要你回来，你又那么抗拒，不跟我回来？我不想回来。后来我要才你回来，你我不要，你多恨你，好像和我很生。恭喜啊，对，我就会疼爱你，对对，我就会帮助你。其实他很疼我，对对，你自己感觉啊，对，他一直你会感觉到，他
他如果不爱你，就不会把你像抱着，然后就撕，把你的骨头。我会跟他吵架、啊，因为知道人家有时候会说你做胖了要赶紧到火车，因为我跟他说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事啊。难免的，你话谢嘛。你现在有什么问题？想你要地方？哎，你家坐着或是躺着，然后静下心，深呼吸，就可以见到他。那你如果见不到，你再来告诉我，我再帮你启动更深一点。